还得有30多斤。牛肉吗？这是。颜色漂亮啊，青了，抢了。大爷没吃，关键呢，这孩子没长。牛肉，牛肉，多少钱一斤啊？60一斤啊，疯抢了，生意好啊。牛肉60一斤，这个生意这么好呢？颜色漂亮啊！没听明白什么意思。哦，这个不是他的摊位，应该是来了车了，要撤掉。推个小车啊。他是地震，是地震。